三重地震事务所现正推出形形色色快乐拍照庄丽芬、周凤祥双人联展，展出30幅精彩的摄影作品，让洽公以及地震所的同仁可以在办公之余来一场心灵飨宴。三重地震事务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不同的艺文展览，让洽公环境增添艺文气氛。这次特别规划了形形色色快乐拍照庄丽芬、周凤祥双人联展。我们主要展出主题是形色摄影快乐拍照，就是说我们把拍照认为在日常中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，然后记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塑造的一切。投入摄影大约有10年的时间，周凤祥拍出不少自己相当喜爱的作品。这次考量到看展的多为一般来洽公的民众，特别挑选大家比较熟知的主题。我们有几张照片也是用了一些摄影的手法，比较特殊的，一般如果我不讲的话你还以为说这个是一次拍成的，也有像所谓的重复曝光，就是说一张照片然后它拍两次然后合成起来的，不是用软体合成，是在相机里面合成的。我们现在很多嘛，都有一些民俗活动然后民俗活动里面都有一些很漂亮，那我们透过我们摄影的方式让它在那个呈现一瞬间，然后它在最高潮的时候把它呈现出来。展出的30幅摄影作品当中，当然也不乏参展者利用摄影技巧所构思出来的创作，不只要让外行人看热闹，也希望内行人能看出个门道。记者方坚凯、林景瑜三重采访报道。